也只能这么解释了。不过对我现在的情况来说，也不算是坏事。 命魂丹，果然神奇。天火前辈，待会我一发话，你便立即吞下丹药进入躯体内。至于躯体，就用这一副吧。条件算是符合了，就是这副长相，不像是什么正经人。时间紧迫，您就先将就一下吧。 天火前辈，打入一丝灵魂之力。